鱼竿啊，那个你会画画嘛？对不对？对，你应该也会那个排版哦。那你简单帮我做一个美编哦，简单弄，简单弄就好，然后明天给我。可是我正忙明天的提案。你怎么那么多的工作啊？谁排这些工作给你的？那些有口难言的时刻。哎、欸，你看我这件新买的衣服，你觉得好不好看？好不好看？其实问题不是出在衣服上。那问题是住在哪里？哎，我们在吃泡面。啊，我家太有钱，每次我泡面我想吃一下不行。中午要吃好一点呐、啊，你至少你知道吗？加个什么肉啊，什么蛋白质、啊？台湾平均生活水平没有这么低的啦。可以加薪吗？怎么还在加班啦、啊？这样下去啊，女朋友迟早会跑掉的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公司养了这么多人都这么爱加班，工作没有这么的重要，好不好？喂，房东吗？哎，我跟你约今天晚上8点看房子哦。哎、你还在租房子？我跟你讲，如果要帮别人缴房贷，你还不如自己缴。像我，我是爸爸帮我先买了一个房子哦，先缴了同期款。你要学我，不要再租房子，先买了再说。老板，你怎么一个人吃午餐啊？没有人找你吃饭呢、啊。哎、欸，微微啊，我们公司怎么会突然装了一个什么色情守门员？这个是可以取消的吗？为什么你要取消色情守门员？为什么要离职？公司有什么人让你不开心吗？花了2年学会说话，却要花上60年来学会闭嘴。